谢喽。那在影片开始前呢，还没订阅的记得按订阅，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才可以知道什么时候我上新片跟什么时候直播哦。BL可以巅峰那么高，战绩怎么这样？没戏分吧，我不知道。为啥主播都秒排，我都等不到？稍微控一下分就可以秒排了，不要跑太高就好，控制在250米附近，就可以一直玩游戏。太认真就会变前10米，那太难受了，没游戏玩。主播会练几红吗？一点练不起来，考虑吧。猜 BLK 都模拟器仔吧，所以才会打比赛看起来很烂。谢永远停在这里250，赞啊赞啊赞啊！250是港币。这位大哥都不留言的，他都抖内然后都不讲话，好可怕。他昨天好像是10块，然后变50块，现在变250。哎，照这个逻辑，等下会不会变1250？主播五代胜率很高，五代很强，他五代超强的好不好？五代他妈心机魔鬼，最心机的那种，而且超级会冒。一般的五代完全做不到这种档次。啊，队友可以再秒一点没关系。最会冒的五代有何？就是我，哎呀，不去，给你个红烟杆啊！你还进我也没办法。哎，现在很少人会被这刀骗，不知道他们不会守，还是怎样？我说觉得很奇怪，那些人为什么可以这样不盖？樱木不用出来哼啊。他为什么一直出来？他一直不知道为什么跑出来，搞得我有点难打。他不能一直跑出来我这边。不知道在里面冒二就好，我这边自己防。我会漏的就只有这种被撞到，或者是那个，或者是他突然那个。接到球的速攻来招，我没办法猜而已。旁边 YT 的错一半嘛，对吧、啊？只要超级留言都是啊。
他如果防守程度拉不满的话，他就不能出来，因为他很容易冒不到二。除非你防守可以跟阿贵一样，可以守中就可以守内，你才是出去的那个人，不然你很容易直接吃屎。上角抖那条是不是该换成三月？哎，对，来看一下，今天大概欧付宝抖了多少人，知道吗？打一下底数字。哟，不错哎，小王蛮强的，还蛮心机的。你妈！哎、欸，不帮踩一下，哈、啊、哈、啊，那球踩就有了。他这球不能顶的，我才在那一直挖。哇！啊！长音靠腰，球不会进，踩掉。哇，还有过机制，绿风会玩。五个蓝贝。What the fuck？ 哎、欸，我来得及顶那一球会进的球。不要进，赚。谁抄的？哈！神位，哇，那么几道呢？
谢喽。谢谢。噔噔噔噔，五代有何球员资料？虐菜成角。